内文的可爱布布，除了是网红，现在还成了小明星，拍新进秀，可爱行为，连摄影师都吓到喽。因为连摄影师都说布布实在太厉害了，因为他都会一直不停的看镜头，到现在为止他也是，我觉得这也可能遗传吧，对。仔细数了数，现在一家四口，有三个大明星，可是现在大家都叫你布布妈妈，你 OK 吗？我不怕，我不怕，因为布布真的还蛮疗愈，我一直讲说，所以也谢谢大家喜欢。对，出道他才不到一岁耶，没有啦，出道不是吗？大家都说出道了，谢谢大家，因为他真的还蛮可爱的啦，所以如果有适合的机会，只要不要影响他的生活作息，其实我们都会蛮愿意尝试的。你这幸福的叫人嫉妒啊！不过从节目看到秀，对你的饮食跟运动都很严格，这是要布布妈妈的命吗？像今天我来，然后因为在想说要穿什么，然后最近因为比较爱吃，胖了一点点，他就一直看着我说：“你真的好胖哦，你自己看你的腿，怎么可以这么胖？”我说：“你真的很过分，你可以离开吗？”我们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，这样打情骂俏真的闪到大家了啦。